其实我昨天晚上9点多就睡了，因为太早睡了，所以我一般都会后半夜醒过来，然后我就12点多就醒了，然后就开始看手机，然后看到了1点多，我就在想，不行，明天要早起，要不然我就是第二天的 morning routine 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，所以我就想说继续睡觉，然后关手机是2点钟左右。我是这样子的，如果我没睡好的话，我的脸就看起来不会那么肿。我睡好了，睡足时间了的话，我第二天起来我的脸就超肿的。所以我今天看上去，我一大早起来就没有觉得自己脸特别肿。我脸大是天生的啦，所以跟我自己比的话，我的脸今天早上起来是不肿的。先把这个喝完。妈妈以为你还在睡呢，我去跑步了。妈，我肚子饿。翻面，让它这边吸收，这边都是白的，你看，是不是啊？压着它哈。
等一下要加冰激凌吗？多一点。你要放哪个盘子里？黑色吗？我今天早上是5点钟起来的，跟昨天一样，然后7点半出门，因为我8点钟要有事情要赶到那个地方，所以我7点半出门把我儿子送我幼儿园，然后我就在车上，车程大概10分钟左右，那我就在车上，完成了练声开嗓的动作。我以前还在上班的时候，我也是会把练声开嗓放在，就是通勤的路上，在车上进行，因为你关上窗户，谁知道你在干嘛？那自从我辞职之后呢，我基本上就没有在家里，练声开嗓过。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我就是一直想把它加到这个 morning routine 里面来。那从5点到7点半2个半小时，其实我中间没有干别的。然后就是一直一样事情接着一样事情，中间都没有刷手机或干嘛，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需要再早起，比如说20分钟或半个小时。因为我是一个可以早起的人，我是一个晨型人，但是我需要早睡才能早起，而且我要保证充足的睡眠。那充足的睡眠对我来说是6到8个小时，中间是没有间隔开的。像我昨天晚上就作死，因为9点多我就睡觉了，然后中间12点多醒过来，然后就开始刷手机，一直刷到2点。早上起来明显就发现，就是做完这一系列事情之后，我就发现我整个精神是不如昨天那么好的，精神就是那个状态。所以我在想，就是说是不是晚上可以把那个手机放在另外一个房间，这样子我中间醒来也不会想着去拿手机，这样子来保证充足的睡眠。而且我早上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来化妆，所以我今天就是一个就涂了一个防晒的这样一个状态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把那个冥想又重新加入到我的 morning routine 里面，我想就是每天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冥想的感受。哦，首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如果你也想开始冥想的话，我推荐你是先跟着引导词来进行。那我很推荐有一个公众号叫轻松冥想，轻松冥想是学霸猫老师的一个公众号。那它上面呢之前有进行过这个冥想，就是每天的这个打卡，但是你要往很前面的地方翻，它就是每天会有差不多10分钟左右的这样一个冥想，然后是有引导词的，每周的主题都是不一样的，你们可以按照那个来。我之前有跟着他的这个每天的冥想打卡了1个月，我觉得非常好。或者你可以点开荔枝 FM， 也有他这个轻松冥想的这个频道，太亮了看不清楚，反正就是荔枝 FM 里面的
叫做轻松冥想的一个频道，然后你可以挑选时长合适的，跟着他的引导词进行冥想。它里面有很多的介绍，以及很多的类型，比如说放松冥想，然后睡前冥想啊，然后还有跑步冥想啊，夜间冥想、晨间冥想、正念冥想各种。然后他也会跟你说冥想是什么，怎么开始冥想。如果你们也有好的推荐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。我今天是跟着轻松冥想的这个励志 FM 其中的一个叫正念冥想的差不多10分钟的音频进行的，它的主题是叫回到当下。那在它的这个引导词当中，它里面有一个道具，就是波嘛，就是那种圆形的东西，一个金字旁加一个本，书本的本，然后它有敲那个波，然后那个波呢，它声音就会发散开。我觉得这个波敲击发出的声音是今天早上对我来说印象最深刻的。我每天都会把自己的冥想感受记下来。那今天呢，就是我给大家读一下。随着波声的敲响，呼吸也跟着静止，处于短暂暂停呼吸憋气的状态，整个人被拉回到了当下。波声犹如水波般向外散去，慢慢消失，使我的心感受到了一股安宁的力量。冥想期间有一些思绪浮现，我想这些应该就是困住自己的东西了，不过我只是让它出现，让它进来再出去，然后把自己拉回到一呼一吸。这个是我今天的冥想感受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，我们